或许在这短短的一小时，就是借机会呢，跟大家呢一起来成长，也是。Thank you.
很大的。感谢白水圣地不休息之化圣德，感谢到访表演师跟讲师们的积极成全，让后学有机会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报告，跟大家分享这一堂真言集成。什么是真言集成呢？它就是我们圣贤的名言，是我们先佛圣贤的这个名言。那如果说大家有看，大概翻过我们的课本的话，会发现说哇，那也像是这些内容。可是事实上呢，先佛圣贤的这个名言啊，其实都不离几个字。那哪几个字呢？我们今天上完课之后，相信各位学员一定会更有深的，会有更深的了解，不知道是哪几个字。那或许这边前面呢，先跟大家讲答案，就是信，我们心性的这个信，就不离心性本性的这个信，这个是今天的答案。那为什么是不离心性本性的这个信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这个真言集成有哪些圣贤先佛来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不离心性。好，那首先呢，我们看到我们第一页这个封面，为什么或许要跳这个封面呢？因为呢，我们都说啊，那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那我们呢，在道场上已经那个第四年了，对不对？我们求道之后，然后就开过法会，然后到今年呢，哇，就是第四年，四年级生了。然后啊，要不来干嘛？看这边比一下，对不？第四年了。那我们今这四年间呢，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圣贤的精神，还有圣贤的名言。那这些名言呢，是不是都在我们脑袋里面？哇，这样子很多很多的这样子收集起来，在我们脑袋里面，在脑海里面。那可能有些有记起来，有些没有记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要把它应用出来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不断复习圣贤先佛的精神，我们要复习先佛的那个圣训，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或者这边又摘录了我们今天课本里面的一些很多的那个圣贤的名言里面的摘录的大概十几条。那我们那个深入来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跟大家做报告。好，希望说呢，各位跟学员呢，我们可以下面第一章的后面呀，我们在脑袋里面我们可以有更深刻的那个印象，然后让我们自己呢，可以更来那个学习我们圣贤这个精神。好，首先呢，第一条是这样。师尊说啊，人觉哪有天觉贵，功名焉有道名高。那就说啊，大道本是上天事。那么这句要用台语哦，这句用台语比较亲切哦。咱在天行，天做咱啊。为什么呢？有没有神仙呢听不懂台语的？咱在天行啊，然后天呢也用走来，就是我们拜天行这个天道，行这个大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看前两句哈，什么是人觉呢？人觉就是我们在凡世间这个功名利禄啊，功名利禄、功名富贵。那眼前的这个光彩就像我们虚幻的这个泡影一样，然后呢，它一眨眼就会过去了。我们百年之后呢，它就不存在了。它也许存在这世上，可是呢，它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比如说呢，各位先贤，大家还知道现在台湾的首富是谁吗？胡兰明。对。那请问呢？那个四年前台湾的首富是谁？王永庆。王永庆，对。好，请问呢？清朝的首富是谁啊？胡雪岩。嗯，是哦。他排名第五名而已哦。或许一直以来也是，如果说是胡雪岩哦，他在那个红顶上面就离开了哦，他居然只排名第五名而已。和珅。和珅排名第六名。居然大将清朝离现在才不到。只还要一百年出头而已耶，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后学要特别去查，他名字真的还没听过，我们的历史课本也没看过这个人。可是他的他有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后学特别去查他那个历史的那个记录啊，他这个在那个清朝的时候，他有2600亿万耶。那相当于现在的就是大概台币2000多亿，然后呢，换算成那个币值的话，就差不多了。清朝每一年的税收有4000亿，所以他的总财产大概是清朝整年度的那个税收的一半，所以呢，他非常非常的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呢？大家有没有去过北京的故宫？那个颐和园那很大，对不对？北京故宫那个颐和园加起来大概有，喂，关一只，
北京的喂，北京的颐和园啊，那个它占地有1800公顷，然后呢，这位那个清朝首富啊，他的自己的庄园就有800公顷了，所以大陆的就大不大，非常大。然后他有钱到什么程度呢？他光是仆人就有500多位以上。然后呢，清朝啊，清末的时候不是都有那个八国联军占据，对不对？然后要割地赔款什么的。哎，清朝政府请他那个帮忙赞助，哎，他那个赞助一半，1/5的赔款，就那个第一次那个协调的时候，然后最后那次协调的时候，他那个自己吃掉一半的赔款，所以这个人呢，虽然说他非常非常有钱，然后呢，富可敌国，可是距今也不过100年，历史上，哎，那课本一点都不记载有历嘞，然后呢，这么有钱他。死的时候什么样呢？他死的时候其实很，或者平常讲，死的时候算是非常的那个可怜啊。他最后呢是在牢里面死掉的。所以呢，凡世间的这些功名利禄就算是首富，那又怎么样呢？然后我们看到那个10年前台湾的首富王老先生，他那个过世之后呢，虽然说他自己享有的那个盛名还在，可是呢，请问呢？20年后，我们这样子这群人，我们都已经年长了，我们的下一代还记得王老先生是谁吗？可能已经不记得了。所以呢，为什么人绝没有天绝贵？天绝是什么呢？比如说，各位请问孔子上面哪边在？刚才啊，在有听过对不？啊，释迦牟尼佛提升来，上面哪？大家有听过？有听过？请问哦，孔子跟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距今多少年了？对啊，2500多年，2000多年的，为什么我们后世这些人，大家还记得他呢？记得他们这些圣贤先王的名讳，甚至在学习他们的精神呢？因为呢，他们所建立的、所创造出来的是天爵，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是天爵。所以呢，这边师尊啊，我们洪博老师就很慈悲告诉我们：人爵啊，哪有天爵贵？然后呢，功名应有道名高。怎么说呢？我们看看我们的前辈们，白水圣帝不设其菩萨。白水圣帝呢，他在世的时候是什么？是一家公司的什么总经理。那我们那个不设其菩萨呢？大家可能看，大家上过他的课吗？介绍过他的课。我们班那个不设其菩萨他是什么？他是千金大小姐，他爸爸是什么？商会的。理事长、会长，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说现在是相当于是那个中信集团的那个什么大公主。可是为什么呢？这些呢，这么多钱、这么多财富，在他们这两位那个前辈们的眼里面呢，他们都没有看在眼里，他们反而要投身来修半道。因为呢，不过这次已经告诉了我们，天爵哪有人爵贵，功名哪有什么道名高，我们呢？百年之后我们的留下是什么？是钱吗？还是什么功名？还是什么道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取舍，我们就要去什么？去思考。我们今天求了到第4年了，我们是4年提升的。我们这层体悟呢，是不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在修办路上可以更胜凡进修，然后呢，多投入一些心力在道场上修办道上，然后呢，慢慢培养我们的内德，慢慢行我们的外功。然后让我们自己呢，在人生的路上画下一个美好的足迹，记录下我们人生的美好的足迹。然后呢，让我们修办人生可以更圆满，然后什么更幸福？幸福呢？什么是幸福？幸福这两个字，大家有没有曾经看过它是怎么写的？幸，我们中国字很好玩，幸可以怎么跟它猜？幸福的幸，可以猜成什么？上面有什么图，然后再加下面什么辛苦的辛，对，这什么十再加一个辛，对不对？为什么要十分辛苦啊？明明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为什么要先辛苦呢？因为呢，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含着金汤匙长大，我们每个人呢都那个生活得很优渥，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无忧无虑，很没有烦恼，请问呢，我们会感觉到幸福吗？不会。可是当我们有一点点的辛苦的时候，
我们在慢慢尝到甜头的时候，我们就说，哇，心里面好幸福哦。就像呢，我们要走了5公里的路，哇，喝到第一口水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哇，好舒服，好幸福哦。可是呢，如果呢，有一个人在旁边拿着2公升的水，一直逼你喝，一直逼你喝，一直逼你喝，可是我明明不渴啊，我明明又不饿，你只逼我喝是2公升的水这样子，2公升大概多大，知道吗？家庭号的那个牛奶这样子，然后那个矿泉水2公升很多，那逼你然后喝下去，你会觉得幸福吗？你会觉得好痛苦哎。所以呢，怎么会觉得幸福呢？这反而是痛苦。所以呢，为什么幸福的幸呢，要先什么？要先有辛苦呢？就是这样子来的。因为呢，我们有一点点的磨练，然后我们才体会到什么人生的美好，人生的幸福。那就像我们前先辈，我们的圣贤先佛，他们的修办路呢，大家翻翻佛经，翻翻我们的经典，翻翻我们的课本，我们这么多圣贤辈呢，他们的修办路程都是很平顺的，都是很那个没有阻碍，没有那个障碍的吗？不是的，他们都有一点点磨练，甚至有些是很大很大的磨练。那今天呢，我们求道，我们在学道的路上，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到说，哇，原来呢，我们要有幸福的人生，要做什么？要先有一点点辛苦的人生，我们可以更深去体会，可以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在修办道，都是很幸福的在修办道，因为呢，大家来这边上课，很多的我们坐在后面的台主讲师、引导师呢，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了。我们只要每个礼拜呢，舒舒服服的又很开心的就来这边上课，然后呢，听完之后，我们这样子帮忙打扫一下，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可是我们这些台主讲师呢，他们要准备什么？他们要先来事先准备，然后事后要打扫、事后清洁，然后呢，还在帮大家安排课程，然后还在帮大家什么安排课前、课中、课后，让大家在学习的路上呢，除了说有那个很那个很正统、很那个正常上课之外，还有一些活泼的课程，让我们在修办路上可以什么更顺遂、更那个顺利、更那个有兴趣。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在修办道的路上很幸福的一件事。那比如说佛堂有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回去帮忙。其实呢，很多前辈他们都比我们还要早来，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幸不幸福？很幸福，对不对？因为呢，我们前面有领导师，我们前面有前贤们，在这边那种帮我们大家铺了很多路的。那尤其像我们的白水圣地不修行菩萨，更是如此。他们当初如果没有设立，我们不修行菩萨，当初如果没有设立5年进修班，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坐在这边了。我们今天学修讲班的路上呢，我们可能还是懵懵懂懂的，不知道说哇。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要修什么？我们要学什么呢？可是呢，这样子有系统化的这个教学，有系统化的什么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我们这样可以什么更深、更快的、更有捷径，然后呢去修办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感到很幸福，而且呢很感恩我们的前贤辈。好，那我们看下一个红色部分哈。这师尊也说啊，希望有圣贤之德，不希望有圣贤之位。怎么说呢？为什么先有德才有位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小故事啊？就是猫咪啊，猫咪呢有很好玩的地方。猫咪呢，它有时候会绕着它的什么，追着它的什么尾巴跑，对不对？为什么呢？大家觉得它在玩吗？可能它在玩，可是呢，它刚刚大家有没有想过，它可能在什么追什么东西？那么它追寻的这个东西呢？也许呢，就是我们什么，我们常常都说了，他在追寻幸福。为什么又是幸福呢？因为呢，各位前辈，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幸福的？希望。那动物呢，也希望啊，对不对？就算它是家猫，每天这样子有那个主人喂它，然后家里很舒适，它也想要追寻它的幸福因为它已经温饱肚子了嘛，它不需要再像那个野猫一样到处去那个找食物。所以那动物它们的幸福从在就什么？玩耍，对不对？猫咪追着它的尾巴在跑作，追寻它生命中的幸福的时候，请问哦，我们再深一层去想想看，它只追着它的尾巴哦，它找到它的幸福吗？找不到，因为呢，它永远追不到它的尾巴。可是呢，我们把它引申到我们的人生上面来，我们自己一直追着我们自己的尾巴跑，追着我们自己想要追求的凡尘俗物的时候呢，
我们追寻得到吗？哪里讲啊？因为人两脚吼，钱几脚？四脚。当你袂对，你袂啥会对啊？啊，就算你袂对啊，是吧？你敢做辛苦的对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如什么？不要往自己的背后去追寻，不要像猫一样绕着自己尾巴，怎么绕啊？转圈圈，绕圈圈。我们呢，抬头挺胸，往前迈进，这样子呢，一定可以找到我们的幸福。不管呢这条路呢有没有走过，应该大部分都没有走过。可是呢，当我们愿意抬头挺胸，昂首往前迈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幸福的开始。就像呢，我们各位前线，我们今年第四年了，我们在佛堂的参拜有参加持主吗？我们在佛堂的参拜，我们有学习佛规礼节吗？我们在佛堂的参拜，我们有没有跟四年前我们的自己比比看？我现在好像啊，比较脾气比较好一点的。我现在呢，好像比较对人比较和蔼可亲的。啊，现在看，我现在呢，好像比我四年前呢，好像更有修养了一点。如果有呢，那么代表呢，各位成员，我们都不是那一只绕着自己尾巴的猫，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昂首往前迈进的什么？追寻自己人生的幸福的那一个智者。那这个时候呢，往前迈进的时候呢，幸福就跟着你来，幸福就跟着我们来。所以呢，如果说这位这只猫呢，它不要跟着它尾巴，它往前迈进的时候，它就找到它自己的幸福。因为前方的路途呢，可能没有走过，可能会害怕。可是呢，我们可以它这只猫呢，它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它可以什么？看到它真自己。因为呢，它的路呢是自己决定的，而不是呢绕着自己的尾巴跑。那圣贤之位呢也是一样，当我们有圣贤之德的时候，当我们内德外功修持得很圆满的时候呢，圣贤之位呢是随之而来的。可是当我们呢只是想要去追寻某个名、某个道名、某个道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还修持得不够，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越来越远，就像那只猫追着自己的尾巴一样。好，那下一个是啊，自古道行有真因，因时因地更因人。那人间无不忠圣忠孝圣，天上无无功德神。然后自古以来呢，那个修道者很多啊，可是呢，成道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啊，在那个青阳起、白阳起的时候，我们请问哦，道是什么？单传独授。请问哦，我们各位是君王吗？不是啊，所以为什么有机会可以得到呢？在青阳期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当平民那样的。好，那请问呢，各位先生，八个候选，我们是那个师儒吗？那个在孔子那个时代是师儒吗？那么当然不是的，没有像那么高的，那么是那边中研院的院士啊，现在我们怎么可能有机会去那个求道呢？不可能耶。可是呢，我们现在各位小姐，我们都求过道，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生的哦，生的对时间啊，生的对地点，我们现在在白羊虎度的时候，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呢求到道。我们可以什么先得而后修。那在古时候呢，这些圣贤呢，他们因时因地呢，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机缘，这么多的善缘因缘具足的，所以呢，他们必须什么先修而后得。先修而后得，所以呢，那个古人说那个修道有四难，什么？人生难得，中华难生，名师难遇，真道难逢。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白羊起，大家很有佛缘，大家一定是累劫累世什么，累积了很多善因缘，什么？然后呢，我不知道烧了多少好香，然后这辈子呢，刚好哇，遇到李宝师，遇到那个我们道场的前贤们，带大家来什么？来求道，来修半道。所以呢，我们要把握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非常难得的姻缘。就像呢，有人给你了100万，像你钱财开随便花，可是呢，我们拿到了把握，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花，那这个时候不是很那个什么，很那个尴尬，很痛心吗？既然我们有这么珍贵的珍宝在我们手上，我们修道，我们为什么不去修半道呢？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那颗心还不够坚定，对不对？那今天呢，也是透过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分享的课程，希望各位虔诚的心，我们可以更坚定。
为什么要跟戒定呢？因为呢，我们前面前几辈子已经累积了这么多什么善因缘，然后烧了这么多好香了，所以呢，不要浪费，我们要学习跟随着前脚步，好好在斗法修办道，好不好？好的，人间呢，无不什么忠孝圣，然后天上呢，无无功德神。这个是代表我们在修办道的路上，我们要学习圣贤的精神。因为呢，人间呢没有什么，没有忠孝仁爱心义和平这些什么，这些那个前贤，这些圣贤。如果呢我们在人间，我们没有办法先培好我们的内德外功，那我们呢百年之后呢，我们的功德还不够，那我们要什么？百年之后去那个礼天的时候，我们还要继续修炼，继续什么行功了德。行功了业，那这样不是到时候上去的时候就很尴尬啦、看到同兄们，一个一个已经有国位了，然后呢，我们还要去什么？去打工，去那个赚什么？赚功德，安念机。比如说，之前我们不是坐在旁边的同学吗？同修，他为什么百年之后回去之后，那个什么国位差那么多呢？因为呢，我们呢可能在那个在世的时候啊，内德跟外功修持不够，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把握我们当下。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呢？把握当下是最幸福的。什么时候呢是最珍贵的？把握当下最珍贵。为什么呢？就像我们昨天吧，对不对？昨天那个林森北路前规 KTV 的大火，大家有注意过这个新闻吗？里面有一位主客的工程师，他早上八点还在家里跟他妈妈说再见，他要去那个。参加那个什么生日派对，他九点的时候就打电话回来，他已经快撑不下去了。请问呢，棺材是装什么？死人，不是装老人。所以说呢，世间就是这么多的无常，那我们如何呢？把握无常，然后呢，精进我们自己呢，就是把握当下。什么是把握当下呢？就是我们现在是最幸福的，我们现在是最珍贵的，我们就好好跟着我们的前贤辈明宝老师一起去修办道，好不好？好。好，那这边呢，师尊也说啊，有自波的乾坤转，无自反被道理埋。那欲想了你前身在，凭你功德能否消？那有自是什么有自呢？有智慧。请问各位前贤有什么是智慧？是善知识的这些智慧，不是呢聪明的这个智慧。那有智呢，就可以什么波得乾坤转，这个呢就世界的这个大道就会绕着你，顺着你，顺着我们的天心、佛心、菩提心来那个什么来运行。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佛经里面啊，常常都会提到恒河顿，请问佛伟大吗？好像听说很伟大，可是如何伟大法呢？或许真的跟大家很浅显的报告啊，就恒河啊是印度啊一条印度人啊从生老病死非常珍贵的一条河，它就像我们中国的什么黄河一样，黄河呢是孕育了我们中华文化的那个发源地啊。虽然说它会泛滥，可是呢它也在泛滥的同时呢，它也带来了肥沃的什么泥土，这些肥沃的泥土呢，它可以什么孕育大地，然后呢种出非常非常多的粮食，养饱大家。所以呢，事情是一体两面的。好，那我们回过头来，恒河也是类似像这样，我们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黄河一样。那恒河呢，我们常常看在佛经里面都会说啊，恒河里面的一颗沙，恒河里面的一颗沙是什么？就像我们每个众生一样。请问我们每个众生在恒河里面就像那颗沙一样，那请问我们是不是恒河的一部分？是，对不对？那请问恒河，我们佛经里面都说恒河就像那个佛法一样啊，遍虚空十法界，哇，无量无边一样。那所以说换句话说呢，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恒河就像什么？我们宇宙的万事万物一样，这个日月运行啊，然后山川河流啊，然后什么人体运行的道理，就像恒河一样的浩瀚无畏，浩瀚伟大。那么请问我们人类是不是宇宙的一部分？是。那我们就是什么？大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大道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什么？我们老母都是我们大道的什么分灵啊，都是我们老母的分灵，只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很多圣贤先佛都会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菩萨，每个众生都是菩萨，都是佛啊？因为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劳模的分灵降世来到这个世界，只是呢，我们喝了孟婆汤之后呢，我们转世之后就可能忘记了。那这个刚好在这个当下，刚好在这辈子，银宝师就是我们的贵人啊，带我们来什么求大道，带我们来说，我跟你讲啊，你以前就是像那个从天上来的，然后你以前呢，就在天上立了这个愿，所以呢，你这个辈子就是要来修半道，你这辈子就是要来修半道。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圣贤仙佛就是这样子，一代跟着一代，然后呢，一步踏着一步，跟着前些辈们一起往前走，往前冲。那这个呢，我们每个人就像恒河里面的沙一样，当我们呢徜徉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大道的部分，我们呢就是道。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跟上天老母一样呢？就是什么的规矩运行的什么运行的方式去走，这样我们的心呢就会像菩提心，像天心，像佛心，像老母的那颗慈悲的亮丽的心一样的。可是呢，当我们在凡尘间这样子打滚了很多很久之后呢，我们可能什么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呢可能什么就像那个《六祖坛经》里面说的，我们要时时勤拂拭，我们可能常常没有什么，我们可能在还没有求道前，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什么擦亮我们那一颗真诚的什么赤子之心，那一颗心性本性的佛心、菩提心、天心，所以呢，我们才会什么在求道前，我懵懵懂懂都不知道。可是我们求道之后呢，哇，我们就怎么赶回来佛塔上课，然后呢，时时勤拂拭，至少每个礼拜擦一次嘛，对不对？每个礼拜回来这边擦一次我们这颗那个菩提心，这颗佛心。那我呢，那么我们呢，我们就会像恒河里面那颗沙一样，哇，就徜徉在什么？徜徉在恒河里面，跟着恒河呢一起往前走。恒河走得快呢，我们就走得快；恒河走得慢，我们就走得慢。可是当我们离开佛堂、离开道场、离开身那个前行的时候呢，就会像什么？像被冲到恒河边的什么那颗沙，越来越干枯，然后呢越来越没有养分，然后呢等到干的差不多的时候，干到非常干的时候，哇，再来又很干的时候，这什么？这个时候风一吹，哇，就离开了。那么呢，我们就不是恒河的一部分了，我们就被吹走了。那我们就会像什么？就像那个宇宙的，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就像宇宙里面的那个黑洞一样，你就像一颗星球，就被黑洞吸走了。在宇宙里面就看不到你了。像我们是不是又像那个没有求到钱的众生一样？哇，这样茫茫蒙蒙，这样虚无缥缈，我们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所以呢，为什么前行们都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什么三不离？什么是三不离呢？不离什么？不离道场，不离前经典，不离前行。这个呢，就是要让我们什么？让我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让我们自己呢，徜徉在什么？在恒河里面，我们就是那颗沙。让我们徜徉在大道里面，我们呢就是什么？大道的一部分。那我们的心呢，就会什么？时时勤拂拭之后会怎么样？我们的心就像老母的那颗慈悲法喜的心，慈悲喜舍的心。我们的心呢，就像天心、佛心、菩提心一样。那我们就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佛啦，我们每个人都是菩萨了，对不对？对。那欲想了你前生在凭你功德能报销，我们常常在修半道路上，或是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们都遇到很多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当我们是业的时候，恶业的时候呢，要如何解决？欠钱还钱嘛，然后呢，欠业什么要了业？那如何了业呢？绝对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要靠功德。怎么说呢？佛经里面啊，那个目犍连尊者，他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门下第一大弟子，他很厉害哦。有没有人知道他多厉害？目犍连，可能听过头先先无的，可是呢，或许讲的目连救母，这个我也刚好有听过啊。为什么叫目连救母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啊，他很厉害，厉害到什么阶段？我们平常的修行人啊，大部分都没有神通啊，所以有一样神通就非常厉害了，对不对？可是目犍连呢，他有多少神通？他有六样神通哇，这个人就厉害，他有六样神通他可以瞬间移动，还有什么观
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呢，他可以随手变出什么东西出来，哇，看他是要变变什么，变黄金还是什么，变成食物，哎，随便你变的哇，这个人哎，这个修行人厉害，他有六个神通，非常厉害。可是呢，他妈妈哎，百年之后了，他想说哎，我给点我心通，后来让我千里眼顺风耳画一个，马上看来哎，妈妈现在在哪边？哇，在地狱，不是地府哦，是地狱耶，在地狱受苦耶，他妈妈在地狱里面受苦。那这个时候呢，他想说哇，我神通在我做，马上一变，哇，我就变到地狱去了，看他妈妈在那受苦，肚子很饿，哇，在饿鬼道里面。然后呢，他说哇，那我就马上变出一碗饭，那给你吃，给你吃，你现在很饿。可是呢，他妈妈一拿起来要吃的时候，哇，变成火。没办法吃下去，咽不下去啊！然后他说：“那可以，我再变，我再变出十碗饭出来，再给他妈妈，还是全部都变成火。为什么呢？他有六样神通这么厉害的呢，为什么还这样子没办法救他母亲呢？他连一碗饭都没办法让他母亲吃，因为呢，这是因果，这是业，这是因果，这是业。”这个呢，不是你用神通就可以解决的。这个呢，不是呢，我们用什么用钱就可以解决。那这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啊，他就去那个祈求他的老师，他的师父啦，那个释迦牟尼佛佛陀啊。然后佛陀就指引了他一条路，就是什么，请他去拜梦南法会，然后呢，透过那个讲经说法，然后呢，把这些功德回向功德哦。把功德回向给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可以比较什么，比较不要那么受苦。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民间那个习俗叫什么七月的那个法会，很类似这样的，就是从这边而来的。那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这是佛经里面的故事哦，大家可以去查。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了前生的债、前生的业，要靠功德，不是靠我们的神通，不是靠我们的什么钱，不是靠我们的什么。可以换，我们看得到这些东西，可是要靠我们的功德。那我们如何有功德呢？就是我们在道场的修办道，我们要培内德，然后行外功。那何谓培内德呢？我们常常说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就是这种外功，就是我们外显功的行为，我们看得到的。那何谓内德呢？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面。的前身，八末的前世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之后呢，才会有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呢，哎，我们培内德就是什么，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然后呢，我们佛经里面说啊，人有八识嘛，八识是什么？后者用科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解释啊，什么是八识？就是啊，我们在做一项判断之前呢，我们脑袋里会想说，哎。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比较好？对我比较好？然后怎么做对我比较有利？然后怎么做我是对的？那这个时候是我们脑袋已经在思考，对不对？那脑袋如何思考呢？以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什么？我们脑袋里面有很多的神经元，那这些神经元呢，它会连接我们脑袋里面我们所学习到的知识、常识，包含善知识，包含道学的这些知识。那连接出来之后呢？全部连接在一起，然后呢，综合起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做自己的判断。所以呢，为什么有些人的判断，你会觉得说他在跟你出招；有些人的判断，你也看看，哎，哇，这个真的很完美，我想得非常的周全。因为呢，他神经元的连接的东西不一样，他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回来什么佛堂，接受佛光普照。只是勤拂是我们的这颗佛心、天心、菩提心呢？因为呢，我们要让我们神经元连接的什么？这些善知识、这些知识、这些素材、这些原料是好的。这样子呢，我们人在八识里面，在什么？那个第六识、第五识产生出来的那个念头，那个念头呢，就会怎么样？是对的，是往好的方向，是往正知正见的方向，是重要。我们平常要去哪边学习到这么多的善知识，就困难了。然后哎，不然就听广播啊，不然就看到电视啊。可是呢，请问呢，过去一点，当地处理一下，快点，你认为遥控器可以一直准。